哟，我们来到了圣诞集市，这里有一个旋转木马，这里人还挺多的，因为这里已经是他们要过年了，现在是他们等于是新年。Thank you. 60块钱一个人。呀，这是他们的圣诞集市。刚才马上过圣诞，他们圣诞节就像我们的春节过年一样。还蛮高的，这样看感觉蛮高的。看看夜市的风景，哈哈哈！哎，转起来了，其实很好看，就有点黑。哎，我们已经过了顶了，转得太快了吧？这个60块钱，那给我转慢点行不行？猕猴桃超市，42块钱一包牙签。他们的圣诞节。